Thank you.
接下来也谢谢你们让我到达了我所有触不可及的地方，也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成为我触不可及的地方，好吗？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背后的工作人员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掌声给他们，谢谢。然后今天是端午节，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啊？没有。没有的话，那我只能给你们这个总是在意你的这个粽子啦。没有的话呢，回去记得吃一个。然后今天也有一首很应时节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唱啊，会不会跟大家一起唱啊？然后也祝大家端午安康，节日快乐，能够天天开心，谢谢。遥远的脚步
多就像我一样不是青岛的朋友啦。那青岛的朋友要加油哦。那我们青岛的朋友喜不喜欢青岛啊？喜欢。那像我们这从其他地方来到青岛的朋友喜不喜欢青岛啊？喜欢。哦，我觉得有个地方永远是最温暖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家。然后无论我们是在任何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像回头望向那个最温暖的地方。所以有时间的话要给自己最喜欢的人，然后给自己最亲近的人打个电话，随时要保持联系，好不好？就像我们用音乐一直联系的。那接下来也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一起唱这首歌哇，谢谢。飘太远，在哪儿着落？
叫周深之外，还有没有人知道我叫其他什么名字？哇，这一次你们好厉害，一次全部喊全了，什么周信心啊、卡布啊、周前都有喊了，你们很厉害。然后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然后也谢谢以前就是我们的隔空的对话，让我有勇气去站在大家面前唱歌，也谢谢大家一路都愿意一直支持我吧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距离很远，但我们心的距离很近，也谢谢你们让每一个像孤岛一样的人可以去开始慢慢的进行交流，你们也一定不会是那一个孤岛的鲸，我们一定可以成为最快乐的那一个天使，谢谢你们。雨下在身侧穿行。
它突然出现了一个就会滚动的字板，它写的是没有墙头。你们有墙头吗？好，那我就暂且，刚好是节日，我就相信你们一次吧。说实话，我觉得真的自己能够站在舞台上，或者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成为歌手。这个包括今天还有我的大学同学也在现场，我们经常也都会说起来，就会很像一场梦一样。但是这个梦是你们给我编造的，让我觉得很幸福，而且逐渐它不再像是一个梦，因为有我们的互相互动，我们互相的支持，让这个梦成为现实。也请相信自己，一定要去勇敢的追梦，加油，好吗？这首《若梦》记得也要跟我一起唱哦。尘缘消锁，宿命奈何我。
事。大家今天听得开心吗？开心。谢谢谢谢。然后我们也要掌声给我们所有的乐队老师们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掌声给我们的音乐总监安栋老师。掌声再大一点，给安栋老师。然后也要给我们的音乐统筹以及 TGM 老师杨磊老师。他们说要绕过花园大河才能往前走，他们说他们要放手，他们要
在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合一张照啊？好，我想现在合一张照，马上马上马上。来，老师在吗？拍照，专业拍照，我们迅速好。来，这边的朋友，一二三，中间的朋友，一二三，这边呢，三二一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很开心。那其实还有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话不多说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条，永远要记得回头望的。
谢谢谢谢谢谢。